为了提升天狗的防疫能力，增进各项防治措施，陆续推动防救灾准备工作和应变作为。南区区公所今仔日甲林近同款，拢是都会型的七个行政区进行天狗的防疫经验交流，并签订灾害防治区域联防跨区支援协定，打造灾害应变防护网，做伙合作守护家园。极端降雨、地震、洪灾已经严重威胁到民众的生命安全。南区区公所今仔日甲相邻，并且公卫都会城的七区、林德、东区、永康、北区、中西、安南、安平等行政区进行天狗日防疫经验交流，并签订着灾害防灾区域联防跨区支援协定，打造坚韧的灾害应变防护网，共同做伙合作。修好的港湖南区公所的话，是结合了各个区公所的话，要做一个跨区型的那一个联防的灾害应变。那现在的话，因为整个灾害方面的话，都是一种复合性的灾害，那整个每一个公所的它的量能的话，它可能会有所不足，所以说我们会鼓励区公所的部分的话，去结合各旁边的各区，包括的话可能深进这部分的话，把整个资源的话，在灾害发生的时候，可以利用邻近的资源的话，来把它整合起来。台南市政府民政局区里行政科科长张生木表示，建立着更加完整的防救灾网络，强化着灾害抢救应变的能力，共同打造着安全、安心、安居的生活环境。远亲不如近邻，也就是我们透过近邻的这个方式的话，把旁边的能量结合起来，在第一个当下的话，可以互补有无，让整个就是说整个防灾方面的话更为精进、更为机动、更为充裕。以上，南区区长萧秀华表示，防灾无分区域，男女老幼，这次八个区域公所签订做伙支援协定，持续推动着跨区域合作，以及增加着收容物资等能量。以提升区域内的整体防灾能力，打造着更加坚韧的防灾保护网。记者陈嘉欣，南区采访报道。